喂，你要紧吗？可不要紧。孙英，阿那讲起来，你的亲人好离谱的，我即摆已经死人了。来，我来讲，你即摆会使大声人讲话啊！讲以前乌鱼馆甲即摆乌鱼馆无同啊，以前是禽兽，你会使大声人讲你是人哦、啊！乌鱼馆已经死人了，孙妹，孙娘，人家替我欢喜啊！是啊，我替你真欢喜，头一件你已经娶到了。安尼好，我来第二件。第二啊？你听我交代，低头牙齿啊，去燕郊问我，那双桃花手，认真挂头做那个。哎，叔。安啦。啊。卖讲到那样大声，我会惊啦。你会惊？对啊。你过得足疼的。就当然啦。你要送我桃花手，连头挂尾要给扣起来。我是这么意，哪能是，哪能是，一千年抖音都传消息了。小姐妹，没完了，我问你，你先生是要创什么话？当然先生在倒啊。你先生在倒，那既然你的先生在倒，我来帮忙你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要跟我斗三工？当然了。哪有可能？我即马只有短短五百年的道行，要定二成八，这是遥遥无期，我无可能一步登天呐、啊！啊，做你放心，后尾先生这代人上无爱头，就生了几千年的较有啦。啊，无你要来跟我斗三工，即马手嘛袂赴啊，搁再讲伊随时都爱偷我账啊！你放心嘛、啊，因为你今仔日为着你的孙仔，甘愿牺牲你的性命，出来我包办。你三门出去给我做一条，我祝你的灵魂上到西方灵魂师父我的师父，然后特工天干净刷到，你就会当行众生拜日了。叔，你讲是真正？啊，当然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愿意。啊，你准备三门出去给我做一条。什么去啊？一定去到西方灵魂寺啊啦！是啊，灵寺。